们不要也是大晋跟我们宣战，扩大为同盟战争。还好我他妈刚刚没跟他打。What？ 哎，我刚刚要打他都还没来得及打你，然后你现在就跟我宣战了，好，你有种，先这回合先不跟你打，我下一回合再跟你打。我刚刚要打他，我刚刚才想说要宣他而已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摸到我了，干 ，Holy shit！ 他竟然有三队可以靠。这场只能把他打到重伤了，我死定了，我这队要撤退了。还好我刚刚没有跟司马月他们开战，再见了。这场应该是赢不了了，我的部队状况又不好。哇操，他们还会一起来啊，我死定了。夜战被打不能夜战。哎，都还没打、啊，这边叫，我都还没打，你叫个屁叫！这个就算你们来打，直接 A 过来我就输了，好吧？这个谁打都不会赢啊！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这种军队规模，白痴打都赢了，他只要全部 A 过来我就死定了，我根本连打都不用打。干输了，暴怒了。不行啊，这围上来，我连前线都挡不了，哎，直接死，哎，干，妈的，太屌了吧！哎、欸，好歹把他们将军杀掉啊！都快死了。Nice。再杀一个。好，撤退了，没了，没救了，全部撤退了，全线瓦解，拜拜。名产翻车，干！大晋来这一手真是杰出啊！杰出的一手，干大晋可以，大晋这么强，妈的，这局魔王是大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大晋都当小人的啦，他都他妈的，他都不单挑的。哦，完了啦。我太上面了，哇操！加快速度，敌人原地已抵达。啊，投石机竟然摸不到他。不准，你不准找他，前军一定要先打掉，这个不能等了。这等了就会死，唯一机会就是把他摸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按呢，你阿木嘞？没有，干他已经打不赢，他要输了。
我根本就没按，你操你妈是什么烂 bug？ 爽啦！做好准备，红啊 ！Yes， 再来剩四个人，剩四个人，三个人，弹死他们 ！Yeah， 两个还不撤退。等我技能好，你们死定了！丹你妈了 ！Yes！ 哼！嫩！废物！操你妈的！再来了！翻车！翻你妹！干！我他妈打得真精彩啊！就跟你说了，那个火将不死早就屌赢一波了。操你妈的，还搞我啊！1800打3600啦，安娜。没存档，去你的，全部斩掉啊！妈的，还想活啊？